第八集。可惜楚楚脑子里这会儿琢磨的是，这青菜叶子这么肥，焖青菜饭的话还是要切细碎一点才好入味吧。楚楚切了青菜丁，切了两朵香菇，又切了半块咸豆干丢进锅里，心满意足地搅和了几下之后，才想起来好一会儿没听到萧锦瑜的动静了。一转头看到那个人微低着头，脸色白里发青，额上冷汗淋淋，依靠在轮椅里的身子还在发抖，吃了一惊，赶忙过去。你怎么了？惊慌中，楚楚只记得丢下左手里的锅盖，却忘了右手里的饭勺。萧锦瑜就抬头盯着他举在手里的大饭勺，用尽所有的忍耐力才保持住声音的静定平稳。没什么，只是有点冷。还冷？楚楚怕他会冷，推他进来的时候还特地把他推到离灶炉不远的地方。这会儿他都要热得冒汗了，他怎么还冷？你是不是吹多了冷风发烧了呀？萧景云那个步子连前半截都还没吐出来，楚楚已经抬手要摸他的额头了。只是楚楚抬的是右手，抬得急，忘了右手里还握着个大件。于是楚楚的手还没到，铁饭勺脱物圆润的那面已经不偏不倚，结结实实当的一声正敲到了萧锦瑜还往外渗着冷汗的脑门上。这一记没有那么狠，也没有那么疼，但对于已经撑得很辛苦的萧锦瑜来说，这一下子足够让他脑袋晕上一会儿了。呀，对不起。不用道歉。萧锦瑜黑着脸按住满布冷汗和米汤的额头。你就直接动手行吗？萧锦瑜定力再好也已经由衷的火大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确实是任人宰割无力还手的。老天爷非要他今晚在这个地方死在这个女人的手上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这女人拿把饭勺就想敲死他，算是怎么回事啊？动手？楚楚一愣，迅速回过神来。哦，好。萧锦瑜的脸顿时又黑了一层，听他这么一声应的，怎么真跟他求着他来杀自己一样。萧锦瑜从头上拿出手绢，埋头擦拭着额头，也没注意楚楚突然转身干什么去了。就听见一阵子锅碗瓢盆叮铃咣啷的动静，还没来得及抬头，就被楚楚一把抓住了手腕。楚楚不过是个身形娇小的丫头片子，力气也就那么大点，但对于这会儿的萧锦瑜来说足够让他任其摆布了。被抓住手腕的一瞬，萧锦瑜意识到他是用左手抓住他右手腕的，右手里好像还抓着什么东西，难不成还真是现找的凶器啊？他要杀要打要绑他都认了，毕竟败在这个能演戏演的连景逸都看不出破绽的人手里也不算太丢人。萧锦瑜都做好从容赴死的准备了，结果刚抬头就被楚楚一眼瞪上，接着就是训儿子一样的一声吼。你瞎折腾什么呀？再揉就起包了。萧锦瑜一愣的功夫，楚楚已经扬起了右手，把手里那颗不知道从哪个碗里翻出来的剥得光溜溜白嫩嫩的鸡蛋贴在了他的脑门上，在那片被敲红的地方滚过来滚过去。这人看起来像是满肚子学问的样子，怎么连这点事儿也不懂啊？怪不得才这么年轻就得用轮椅代步了。转念想到他这样的年纪就被圈在这么张椅子上，肯定是很难过的。虽然只是在心里那么念叨了一下，楚楚还是觉得自己像是做了什么坏事一样，脸上一热，说出话来也不再用吼的了。用鸡蛋把淤血滚散了，就不红不肿也不疼了。萧锦瑜没说话，活着二十来年从来没想过他人生里会有这么一刻，是被一个底细不明的女人拿着一颗剥光的鸡蛋在脑门上滚，所以他实在不知道这会儿他理应有什么反应。楚楚看他冷着张脸一言不发，
以为一颗鸡蛋的力量还不足以给他止痛，于是腰身一沉，头一低，就把小嘴凑了过去，轻轻吹着那片青红。楚楚发现那红色本来只是隐隐的，一点都不明显，倒是他吹着吹着反而红了起来，还越吹越红，真是怪了。不是萧锦瑜不想出言阻止他，而是这会儿他除了心脏狂跳之外，不敢让自己做出任何一点动作，连呼吸也紧屏了起来，生怕自己一个细小的动作就会造成一个想掐死自己算了的结果。就在他感觉自己屏息一会儿就要晕过去的时候，门口处叮咣咚一声重物落地的巨响，瞬间把他就快飘到阎王殿门前的意识一下子扯回到了这人间厨房里。楚楚惊讶间侧身回头，萧锦瑜眼前没了障碍物，才看清这个以五体投地姿势进门来的重物正是吴江。吴江顾不得这个方向还有个楚楚，手忙脚乱地爬起来跪好，磕头便道：卑职该死，卑职该死。他三更半夜半时回来，想进厨房找口饭吃，结果还没进门就一眼瞧见楚楚站在萧锦瑜身前，楚楚抓着萧锦瑜的手腕，俩人一个低着头一个仰着头，在门口的角度看过去，俩人根本就是在一惊之下忘了脚底下还有门槛这么个东西，于是就这么直挺挺响当当地摔了进来。景逸可没说还有这个呀。大哥，楚楚看看埋头跪地的吴江，又扭过头来看看一张脸已经红得要滴出血来的萧锦瑜。奇怪了，赵管家不是说他的大哥是个大得不得了的将军吗？怎么会给这个坐轮椅的人下跪啊？他的官能比大哥还大？吴江一动也没敢动，别说叫大哥，这会儿就是叫他声大爷他也不敢抬头。他还没成过家呢，天晓得这俩人被他打断之前是在干嘛呀。萧锦瑜努力地深呼吸了几下，感觉脸上没那么烫了，脑门也没那么胀了，才淡淡地吐出动静来。起来。吴江僵着身子从地上爬起来，还是不敢抬头。何时到的？萧锦瑜想把刚才可能被吴江看到的一幕直接跳过去，所以问的是吴江什么时候回到府里的。可吴江这会儿已经心虚到了一定境界，萧锦瑜这么一问，冲进他脑子里的就只有刚才的事儿，一慌之下脱口而出：卑职是来找饭吃的，什么都没看见。萧锦瑜脸色隐隐黑了一层，还不如不问呢。楚楚倒是一下子在吴江的话里抓到了一个重点。大哥，你来的正好，饭就快焖好了。楚楚说着就奔到灶台边去了，看得吴江狠狠一愣，这俩人是在吃饭？吃饭？吃饭？吴江反应过来的一刹，差点下意识的就把腰间的刀抽出来了。带楚楚回来的路上，吴江已经试探过了，他确实没武功，但不代表他就不懂怎么下毒啊。看吴江脸色顺变，萧锦瑜就知道他脑子里开始转些什么了，轻咳了两声，把吴江的目光引过来，然后不着痕迹地轻轻摇了摇头。萧锦瑜的身体决定了他跟武功这种东西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的，但下毒这种下三滥的小动作绝不可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本来就活得比别人难，还挑了这么个比别人难的活法，可他就是活下来了，还活得不错，这要光靠运气是不大可能实现的。吴江脸色刚缓了缓，楚楚已经把一碗赤褐色的汤水捧到吴江面前了。这姜汤是煮给他暖暖身子的，大哥先将就着喝一碗吧，饭马上就能吃了。吴江愣愣地把碗接了过去，这俩人到底什么情况？他家王爷会喝陌生女人煮的姜汤？萧锦瑜也愣了一愣，
他刚才就注意到了他开始煮的那锅东西是姜汤，可没想到会是特地煮给他的。正愣间，楚楚已经把他的那份递到面前了。谢谢。不客气。萧锦瑜把碗接过去的时候，楚楚突然反应过来一件很重要的事，盯着萧锦瑜的脸道：啊，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吴江手一抖，差点把碗扔出去。他还不知道眼前这人是谁，就敢管他干什么。萧锦瑜倒是淡定得很，一边饶有兴致地端详碗里的汤水，一边不急不慢清清楚楚地回答：小金鱼。严肃认真道，让不知各中来由的吴江忍不住低头往自己手中碗里看了一眼，哪有金鱼啊？萧锦瑜就是故意的，故意想吓他一下，好像从五岁以后他就没再有过如此强烈的恶作剧式的报复欲了。欣赏着楚楚正愣的神情，萧锦瑜端起碗来浅浅呷着刚出锅的姜汤。嗯，比叶千秋熬的好喝多了呢。可惜萧锦瑜算错了一件事，那就是他的名字在这女人心中的存在感。萧锦瑜以为楚楚这副神情就是被他身份惊到的反应，但事实上楚楚愣住只是因为他觉得这名字有点熟，怎么一时想不起在哪儿听过呢？等他想起来，那就不是安安静静发愣的事儿了。就听见一片寂静中划过一声惊天动地见鬼似的惨叫。妈呀！萧锦瑜一口姜汤差点喷出来，这到底是谁吓谁啊？你楚楚一脸拟了半天，开始还是错愕惊慌，到后面收尾的时候就是明显的恼火了，向后退了一步，指着萧锦瑜大叫：你骗人！萧锦瑜向吴江看了一眼，那意思显然是让吴江给他作证的，但吴江动了两下嘴唇也没发出一个声。天知道那小金鱼是个什么意思，天又知道他将王爷骗了人家小姑娘什么。他脑袋还晕晕乎乎的，这会儿就是想说句话也不知道从哪儿下嘴啊。没人救驾，萧锦瑜只能自救了，轻咳两声：我骗你什么了？你说王爷是个老头的。吴江默念观音菩萨保佑，还好刚才没出声。萧锦瑜依旧云淡风轻：我何时说了？就刚才啊，你说了言之有理的。萧锦瑜轻蹙眉头：你既是仵作，就该知道常理是常理，事实是事实，这是两码事儿。楚楚急得快哭了，刚才当着他的面说了他的坏话，说了那么多六扇门长六扇门短的，叫了他两回活死人，还拿饭勺敲了他的脑袋。按赵管家说的，这可得打多少下屁股啊。一急之下，楚楚立马两手捂到自己后面，叫着直往吴江背后躲。我不管，是你耍赖的，你不能打我屁股。萧锦瑜手上本就没多少力气了，这一句听得他差点把一碗姜汤泼到自己身上。吴江也快哭了，跟萧锦瑜这么久还是第一回遇上这场面，明明看到萧锦瑜递来的目光里有求救的意思，可他就是不知道能怎么救。这说的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活生生就是一点也听不明白啊。直到萧锦瑜警告似的狠瞪了他一眼，吴江才醍醐灌顶：王爷，卑职有事要禀。萧锦瑜毫不迟疑：说。吴江脱口而出：薛岳的尸体找到了。吴江刚说出来就后悔了，因为这句话让萧锦瑜身子一僵，手上一轻，大半碗滚烫的姜汤泼了一身。在整碗汤水全泼出来前，吴江闪身过去把那只碗抢了过来。王爷，
萧景瑜的情绪就像是碗里的汤水，说泼就泼出来，但泼完也就完了，闪瞬又回到一片波澜不兴。于是这一幕看在楚楚眼里，就成了一个单纯的漫不经心的意外。楚楚看不出来，吴江对自己犯的错误可是再清楚不过。这碗汤泼出来的原因，就是那具尸体的名字。这人要不是叫这个名字，萧景瑜也不会在这样忙得没空吃饭、没空睡觉的时节，亲自去接一桩普普通通的失踪案，更不会在听到自己要找的人已成为一具尸体时，有如此强烈的反应。